最後我都係決定錄片算啦。咁大家好啊！咁咧今日就係倫敦地鐵罷工嘅日子啦。咁今日係2022年11月10日，依家倫敦時間嘅早上11:39，香港時間晏晝7:39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、這個告示牌咧，咁就係睇到依家呢個 Canning Town Station 景寧鎮站嘅。嘅唯一嘅地鐵路線嘅係呢個灰色嗰條嘅 Jubilee Line 咧，全線停駛嘅。咁咧，咁至於 District Lofton 咧，咁就係District 嗰站咧，呢度嘅下一個站就 West Ham 嗰邊先有得轉車嘅。咁都係部分 Passive Span， 即係只有部分嘅路段係有車嘅啫。係啦，咁其他咧絕大部分都係全線停駛。咁 Overground 咧都係部分路線停駛嘅。係啦，咁樣咧 ，DLR 就冇事嘅 ，DLR 就正常運作。咁我哋大家睇下呢個 DLR 嗰個列車嗰個牌嘅，係啦。咁大家都係同時間睇到時間啦，係啦。今日 DLR 嘅車身上係加密咗嘅，係啦。咁我依家咧就行翻出去呢個上面啦。咁因為呢個站咧。我可以在外面那裡看到究竟有沒有列車走的，對了，好了，那在這裡就可以看到上面，現在離遠望上面那個其實就是 DLR 的月台來的，下面呢左邊都是 DLR 的月台，正面下面望下去就那個就是 Jubilee Line西行線去市中心方向，倫敦市中心方向和 Stanmore 那邊的月台來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呢是沒有人等車，原則上只有職員在這裡，就沒有人等車的，因為是全線停駛的，再說一次 Jubilee Line 是全線停駛的，如果要去市中心呢，簡單來說要搭 DLR 去 Bank Station 才行，或者 Tower Gate 那邊，然後再想方法搭巴士，轉巴士過去啦，係啦，咁大家睇到 DLR 有車嘅，係啦，有車埋緊站，同埋班次我認為都加密咗嘅，係啦。咁咧，至於我呢排喺度做緊啲乜嘢啦？啊，順便睇下啦，啊，倫敦巴士啦，係啦，今日巴士都 suppose 都係正常冇罷工嘅，係啦。咁呢條1日5線其實都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嘅，可以 L 記嗰邊嘅，係啦。咁呢度都有個。呢、这個地鐵站咧，佢都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巴士轉車站嘅。係啦，咁至於呢排度做啲咩拍片咧，就因為我依家喺倫敦翻工嘅，咁就係做緊送外賣嘅工作啦。係啦，咁收入咧都叫做不過不失啦，起碼都高過最低工資先啦，叫做圍到皮啦。係啦，咁同埋呢排咧，我係玩緊一隻入咗坑玩咗一隻新嘅電話遊戲嘅，叫做。個拖寬都行啦，用名中文譯做五等分的新娘啊，係啦，咁呢套漫畫就係講緊五胞胎，就同時間中意咗一個男人嘅，就係佢哋個家庭教師，個家庭教師就係個男主角嘅上杉豐太郎嘅。咁至於呢套漫畫我都推薦俾大家睇嘅，咁我遲啲都會直播打機，咁順便都同大家吹下水嘅，係啦。咁見到咧都有另外一邊咧就 DLR 嘅列車埋緊站，不過大家可能睇。等了幾分鐘都是沒有 Jubilee Line 的列車的，因為都是那句罷工啊，今天罷工啊，沒辦法，人家罷工啊，不知道陳德山啊，即是那個 Facebook page 叫香港老師也移民那個 page 呢，陳德山呢會不會又在 Facebook 上出 post 又屌啲倫敦地鐵的人又罷工啊，因為他八月中那陣已經屌過一鑊了，是啦，看來他今天又鬼殺咁鳩嘈啦，大家如果有佢 Facebook 嘅 cap 度咧，麻煩大家post send 俾私下 PM 俾我睇啦，或者 post 出嚟啊，公諸同號，大家一齊分享，一齊恥笑陳德山，拜拜。